推，否则会被判定丧失资格。好，大家助跑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助跑不要跑太快，超过限定区。好。好，大家各位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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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二组同学。第一跑道黑色是五年二班，第二跑道红色是五年三班，第三跑道红色是五年六班。五年二班、五年三班、五年六班，要参加第二组的接力比赛。